姑姑终于都结婚啦。有最靓小龙女之称的李若彤日前突然无预警在微博度说我结婚啦，不少网民都以为她真的结婚，但是原来只是剧集午后玫瑰的剧照啫。而新郎就是内地演员何刚，现年42岁的何刚因为外形上神似刘德华，曾经在剧集梅艳芳妃入面饰演以刘德华为原型的男主角。虽然何刚足足小过李若彤16年啦，但是就咁睇其实都唔系差咁远啫。唔少网民都大赞佢哋好有夫妻相，非常之衬啊。